听说最近来教跳舞的是中空辣妹老师，你该不会也想跟着辣一波吧？我本来就很辣，好不好？才不需要什么中空嘞。但是你的穿衣品味实在太糟了，帮你挑一件吧。这件敢不敢穿？这个。有什么不敢？小心我辣死你！小心我笑死你！老板娘，我改穿这件。好。怎么样，还是很有料吧？这件衣服太紧了吧？你干嘛把自己捆成腊肉啊？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这件衣服有没有更大的 size？ 不好意思，这是最后一件。林宇轩，你笑笑什么笑？警告你，不准跟大家说我衣服穿错的事。你胖成大象也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只想来告诉你，昨天那件衣服2000块，记得还钱。我会还钱啦。最近手头比较紧嘛，下个月等我租了今天下来，我就会还你了。不是说不需要我，那为什么需要我的2000块？还不是你，你还敢讲啊？要不是你让我穿那件衣服，就不会发生这种惨案，衣服不会爆开，我也不会欠你2000块啊。俊凯交女朋友，就表示俊凯这个疑虑没有了呀，那佩佩跟宇轩的可能性不就更高了吗？对耶。恋爱规则一，直球对决。你真的是一个好人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以说这是传说中的好人卡吗？我被拒绝了。以前我去找你的时候，你嫌我烦；现在啊，我要自立自强，你又说我不找你。有事才找我，没事就不理我。不要再这样突然出现，打乱我的生活好不好？对，一定是把我当工具人。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什么？我不想和你分开，有那么多的话都说不出来，付出过的感情全都塞进口袋，想要都要不回来。我不想和你分开。